辽宁队这边呢是组织后卫郭艾伦得非常舒服，打球打得非常舒服。对，因为像现在我觉得辽宁队现在后场啊，整个在 CBA 里边是最强的一个后场组合了。哎，好，比赛开始，这边浙江广厦的外线哈德森快攻的机会，好球，这个球上进了之后干扰过来之后，广厦队也是一个一打零上空篮的机会，外轮基地再交到篮下，好球。因为现在来说内线是有绝对优势的，对，但是辽宁队的这个福特森给到篮下，好球，短了，又是一个反击，注意退防，好球，林志杰。对，现在你广厦队能够打到篮下去，能够找到你这些空位的机会，好球。赵继伟呢这一次是在三巴斯和外线的挡拆，看那边丛明晨，好球，进场的三打二，外线哈德森的三分球，好球，终于有了，分差缩小到了一分，浙江广厦请求了暂停。说这种球居然能失误啊，这种球这是白送的分呐，等于五打二的一个机会啊，防守态度啊，体现一个反跑，好球，辽宁队。所以而且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在比赛打球的时候也是说过啊，当你错位的时候，小防大的时候，全队犯规没有到五次，比如到罚球的时候，我可以提前犯规让你罚边线球，我再回到正常的防守位置上来。看郭艾伦外线再投三分，三分命中，郭艾伦转身进来，好球，打进就是五加球。能够先打破这个分差，先看这球，好球，又来自郭艾伦的突破。分多钟的时间啊，其实我觉得郭指导可以考虑换大韩上来一下啊。对，郭艾伦继续突破，好球，分出来，哈德森继续突破，好球，辽宁队领先到了七分，福德森还是换人，中距离，好球，接了，好球，掉得漂亮。苏若雨转身的后仰投篮，好球，这球其实没有必要直接攻啊，对，你最后一次这个完全是最后一次进攻是在自己的手里边的时间、啊、打完拆之后郭艾伦外线的出手，好球，三分命中，命中率比较低，好球，好球的机会、啊、对，还不错的突破机会，这边广厦队反击的速度非常快，好球，换人来说是非常好换的，对，小杨浩进来，好球，胡金秋看能不能起来，好球，好球，这个两边，哎，抢到了！看这边刘征的快攻，漂亮，反超。哈德森，嚯！哎呦，这个球难呐，这个球难度高啊！前绕切，哈德森，嚯！哎呦，他这个两个四十五秒这个三分呢，投的真是十秒钟突进来，好球。过来之后辽宁队反击，好球，孙明辉的推进，好球，好球，刚才郭艾伦突分出来，巴斯再给外线赵继伟的机会，好球，内线优势就更大了，郭艾伦三分命中，三分不准啊，要起势了啊，赵继伟的转换漂亮，广厦队要叫暂停了，广厦队要叫暂停了，哎，不要犯规了，不要犯规了啊，福特森给出来，林志杰外线出手，好球，好，三分命中，这是这边广厦队转换进攻，好球，也可以叫一个暂停，可以叫一个暂停，对，叫一个暂停，哎，要起势了，他们即将迎接自己队史的第一座总冠军，给到韩德君，漂亮，单手的暴扣，这球打进，五秒四秒，全场比赛结束，最终辽宁队是主场100-88，12分的优势击败了浙江广厦，为2017-18赛季的 CBA 总决赛画上了一个句号，这是辽宁队的第一座总冠军，也是 CBA 历史上的第七支总冠军球队。